不要真的给我睡着了，我等一下赶紧起来也很累。屁，起来，烦死了！你的屁呀、啊，你的屁，屁用头打。干嘛？你这样真的舒服吗？以前我们家兔兔不是把头困在屁屁上？没有啊，那时候。不然你用兔掌抓。没有，通常都是兔掌抓。不过我这里有围墙开关呢。你有烦？不要围墙开。大幅度震你妈的震动，我没忍，别那边测试，微调，微调你个屌，你不起来呀，抓掌，再去洗就好了。身体排油应该也是消除疲劳的一个状态。对啊。然后睡醒怎么可以油怎么样？因为我最近睡醒也都是油啊。所以你也要留兔油吗？你才留兔油嘞，我是留人油好吗？牧草味吗？你的油才有牧草味。怎么又睡觉了？